我跟我妹在同一部戏里面，亲妹妹是演朋友，哇，超级不舒服，你知道那感觉，没有办法。我自己啦，超级无敌不舒服。好险那部戏我跟她的互动不多，要不然真的超尬、欸。演朋友还好，又不是演女友，演女友、哦、这个真的不行，这个我真的不会接。你还是会有一点那个你的那个门槛在那边。我觉得就很，我觉得就是这个例子，就是有点像回到刚刚讲的，就是你不可能不知道她是。就是你没办法说服，过不去，你过不去了，他就是你妹，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抽离这件事情，应该是说百分比而已了、嗯。就是说我可以，如果大家可以当看我的作品是大家是百分之百观众嘛，那我可能就只能当我很努力很努力，可能当七八十分的观众吧。我自己已经觉得很努，很我很尽力。